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各位同学再次收看成本会计的课程播出。在本讲次我们要跟同学介绍的是有关废料、损坏品跟瑕疵品这个主题。好，那所以说在我们本讲次里面，我们有下列这几个主要的讲授大纲。第一个就是有关废料的定义跟它的会计处理，第二个就是损坏品的分类及它的会计处理，第三个就是瑕疵品的分类跟它的会计处理。好，那我们知道说在一般的生产过程里面啊，总是会有一些产出的产品会跟预期的结果是不相一致的。好，那这些不一致的这些产品，不符合我们要求的产品，我们按照它的性质来区分，可以大概把它分为废料、损坏品跟瑕疵品这三个。好，那我们首先我们就先针对废料这一项来跟同学做一个说明。什么是废料呢？哦，废料是指我们在产制过程中所附带产出价值在较低的残料啊，好，余料或者是不具价值的废物等这些东西啊。因为我们知道说在我们生产的过程里面总是会有一些零碎的这个剩下的这些东西是不堪使用的。比如说我们做衣服，你一块布再怎么剪的话，总是会有一些剩下的这些布料不能够做的，不能用的，所以这些都是属于我们的废料。所以我们了解它的性质了以后，我们可以知道说废料是我们在生产过程里面不可避免会留下来的一些这个不具有价值或者是较低价值的这些产品。但是它这种废料的话，我们按照它的会计处理，我们按照它的价值有下列这几种的处理方法。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说，如果说废料的话，好，它的会计处理，我们先来看到说废料有的是会有残没有残值，有的是会有残值啊。好，那如果说是没有残值的话，就是说你这些废料是本身不没有任何残值的话，而且你处理这些废料也不需要有任何的处理支出的时候，这种的情形之下，我们通常我们的会计处理很简单，你就只要不做分录就可以，因为它本身既没有残值，而且也不会增加我们的支出，所以这个我们就是把它处理掉，这个会计上不需要做任何的分录。那第二种情形是说，如果说是废料本身虽然没有残值，但是除了它本身没有残值以外，你要把这些废料处理的话，比如说你要清运掉或者是要处理掉的话，你还是需要有一些处理支出的话，那这时候本身它没有办法产生任何的收入，但是要付出一笔支出的话，这个支出的部分我们就直接把它借记我们的制造费用，因为这个就增加我们的制造费用，这个好，那这个是有关当废料它本身如果说是没有残值的时候，我们是这样子。那有些废料它本身是有残值的，有些废料的话，比如说像做铁的，那你有一些残头的残余的这些铁砂还可以做破铜烂铁的这卖的话，它本身还是可以卖钱，所以这个废料它本身是有残值的。那当这个废料有残值的时候，它的一个会计处理我们还要考虑到说什么，你这个废料处理的时候可能扣掉你的一些处理的支出以后，剩下还有一些余额的部分，如果说还有余额的话，你的残值减掉你的处理支出以后还有余额的话，我们有几种方法。一种方法我们就直接把它带入其他收入啊，因为这个是跟生产没有关系，是我们就把它当成是我们的其他收入啊。那第二种方法的处理的话是说，我们把它作为我们销货成本的减项啊。好，因为这个的话，这个废料的本身是跟销货成本有关，所以我们就直接把它不是把它另外当成收入，而是直接把它作为我们的成本减项。那第三种情形是说，残值减掉处理支出以后还有余额的话，我们就直接把它作为我们的制造费用的减项啊。好，这个就是说你废料还可以处理完了以后还有一些余额的收入的时候，我们不当收入也不当成本减项，我们就直接当成制造费用的减项。那这三个都是我们在实务上都时常所用的方法，所以这个就是有关我们废料它的会计处理。首先你要看它本身有残值没有残值，还有它有没有这个需要处理的支出，然后做各种的这些处理的分录啊。好，那
我们来看一下说，跟同学介绍一下说，那这相关的汇料它的这些说明哈，那它的例子哈，那第一个就是说，当这个汇料没有任何产值，也不需要任何成本支出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说有任何的这一个混入。那如果说我们举个例子，如果说是没有产值，但是有需要处理的成本的时候，我们举例来跟同学说明啊，比如说甲公司生产过程中产生汇料一批，但是这个汇料本身是没有产值的，但是它在清运的时候需要支付运费50000块，那它的混入要怎么做？它的混入我们就可以直接借制造费用，然后带现金，好，我们就是记录它的这一个费用。好，那下一种情形，如果说是汇料它是有残值，好，然后但是它还是有一些处理的支出的需要的时候，那如果说相减的有余额，我们刚才有讲，你有三种处理啊。第一种，我们是可以把它当成是其他收入啊。好，那我们也是同样举例来跟大家说明哈。比如说像刚才的例子哈，甲公司生产过程中产生汇料一批，好，那该批的汇料好，它的出售扣除相关费用以后，可以得到这个100000块啊。好，就是说这个汇料本身可以卖钱，但是这个要卖的钱减掉你这些相关的处理支出以后，假如说可以得到余额是100000块，那我们来对该汇料要做的混入是怎么做呢？混入的话有三种情形，第一种的话，我们就直接把它作为其他收入，这个我们的混入就是借现金，我们收到的100000块。贷方就贷其他收入，这种处理方法的话，是把汇料的这些收入当成业外的收入。那它的好处是说，不需要去调整或动到我们的成本资料啊，这是一个有把它当其他收入。但是这种的方法的话，是对成本不用去影响，但是其实它跟事实上来讲，这汇料来讲本身是跟我们制造的过程有关的，好，那所以说我们如果说不去调整成本的话，会跟事实上可能会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出路这样。所以第二种方法，我们就把它的这一个作为我们的销货成本的减项，好，沿着刚才的例子，如果说我们出售的收入减掉相关的费用以后，得到了100000块，那我们不是把它当成其他收入，而是把它当成销货成本的减项，所以这时候我们的分录我们就做借现金100000块，贷方是贷销货成本100000块。那这种的处理方法，它的好处就是说，回归到说这一个是汇料，是本身是跟我们的生产成本有关，我们就直接因为出售汇料所收到的这些净收入，我们就直接来减少我们的销货成本，所以是在销货成本的贷方，它是有这个优点这样子。好，那这种方法的话是已经比较接近事实，但是有的时候因为金额如果说不是很大的时候，我们另外一个方法，我们也不是去调整我们的销货成本，而是直接去调整我们的制造费用啊。好，同样上面的例子，如果说出售该批汇料可以得到净收入100000块，我们把它作为制造费用的减项，我们的分录就是借现金100000块，那贷方是贷制造费用100000块，好，那个是我们的汇料的收入。因为通常在一般公司，它金额不大，或者是次数不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为了比较简化我们的会计的作业成本，我们就直接把它冲转到我们的制造费用就可以。那以上是有关我们汇料它的意义跟它的这一个会计处理的分录。好，那我们接着等一下再跟同学介绍的是损坏品的项目。好，各位同学，我们接着再跟同学介绍是说，我们在生产过程里面第二类的我们的产出的产品跟我们的预期不一致的商品产品，我们把它叫做什么这个损坏品。损坏品是什么呢？损坏品指的是说，我们在制造的过程中所产出的未符合规格或品质的标准，而必须被废弃或者是折价处分的产品。好，我们知道说
这个损坏品它的跟钢材的废料不一样的地方，废料通常我们指的是只是说在我们的生产过程不可避免的会有剩下一些残余的余料，或者是说剩下的这些产制的副产品这些啊是废料。那损坏品的话指的是指说你这是我们生产的产品，只是这个产品它本身不符合规格或者是品质的标准而必须被废弃或者是折价处分的，哦，就是我们所谓的损坏品，啊，它基本上来讲它也是属于我们的产品，只是这种产品的规格或者是品质不符合我们的要求，所以我们把它当成是一个损坏品。那损坏品的话，哦，它的有些损坏品它是本身是已经完工，有些损坏品是还在未完的产品，所以说损坏品的产生它可能是，哦，在制造的过程就发生损坏品，也有可能是等到说你制造完成了以后你在检验的时候验收的时候才发现说它损坏，所以损坏品是在我们的产制过程或产制完成都可能发生，啊，那我们损坏品的话按照它的一个发生的原因，哦，我们可以把它分为正常损坏跟非正常损坏这两类啊，好，那它的会计处理也会有跟着有不一样啊，好，所以我们会知道说损坏品的话，好，我们哦，如果说它是属于正常的损坏，因为我们在生产过程的这中是必然的结果啦，好，那这种的损坏品的话，它的成本应该从哦该批次产品的再制品成本中转出啊，并将这个净损坏品的成本记录制造费用的账户啊，由当期所有的完好的成本来负担啊，哦，这个是说我们当我们是属于这个损坏的品的原因是属于正常性的损坏品，因为我们知道说在我们生产的过程里面一定难免是一定会有各种的一定会有一些损坏品，我们不可能就是说，哦，生产的过程，哦，做到说100%的没有缺点，我们一定可能会有多少的这个良率或不良率的这些发生，哦，那如果说这个损坏品是属于不良率，而且是在我们允许的范围，而且是正常的制造过程不可避免的损坏品发生的时候，我们就把它称为是正常的损坏品。那这种正常的损坏品，因为它是属于制造过程必然发生的一个现象，所以当这个产生了以后，该批损坏品的这个成本的话，我们要把该批成本里面把它减掉，因为该批生产的那个良品的话，哦，是不需要来负担这一个正常的损坏品的这个成本，那这个成本如果从该批成本减下来以后，那这个成本要把它转到哪里呢？通常来讲，因为它是属于正常发生的一个成本，所以我们就直接可以把这一个成本的话，哦，减掉说它的一个支出的成本，或者是说有一些损坏品的这些收入它的余额，好，我们就直接把它当成是我们的制造费用，这个科目在会计上处理，我们就把它当成制造费用，然后由其他所有透过这个制造费用的分摊以后，分摊给所有的完工的正常成品那个良品来负担，好，这个就是我们有关正常损坏品，好，它的性质跟它的一个会计处理的一个方法。那我们第二种的话，损坏品除了说有正常的损坏，另外有一种就是说，哦，非正常的损坏品啊，哦，非正常的损坏品不是生产过程中所该发生的，大部分是可以被控制的，哦，那应该它的会计处理应该把相关的这种非正常的损坏品把它列为我们的非常损失的科目里面呢，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说损坏品的话，除了刚才所讲是有一些是你生产过程一定会发生的损坏，另外有一些损坏品确实可能，哦，不是说正常的情形一定发生，可能就是因为你的疏忽或者是，哦，原料的材料的这些不好，或者是说管理的不好而产生的这些，哦，
损坏品，那这种的话不是我们正常情形会发生的这个情况，那我就是属于一个非正常的损坏品。那非正常的损坏品的话，它这个成本的话原则上就不是由我们其他的良品来负担，而是我们就直接把它转进来，在会计上我们把它列到哪里，列到我们的一个非常损失的这一个科目里面啊。好，那我们如果说知道的这个损坏品它的分类跟它的会计处理以后，我们可以跟同学再做一个整理，就是说损坏品的意义是指是说在生产过程中没有生产达到符合我们标准的产品就叫损坏品。那它的会计处理的方法可以分为正常损坏品成本跟非正常损坏品成本这两大类啊。好，那如果说是属于正常损坏品的成本，通常来讲我们就是把它转到制造费用的科目，有全部完好的这一个成本的产品的成本来负担。那如果说是非正常损坏品呢，它的成本的话我们就把它转入非常损失这个科目，不由其他产品来负担。那我们可以比较说这两个的方法的话，在正常损坏跟非正常损坏品这两个的话，它的会计处理最大的差别，我们就是说把它的相关成本，一个是转到制造费用，一个是转到非常损失啊。那转到制造费用以后，它自然就是会透过我们的制造费用的分摊以后，分摊给我们的所有的完工成本啊，就是我们的良品来负担。那非常损失的话，通常来讲就不分摊给我们的产品，而是直接列在我们的损益表里面的非营业的损益里面。好，那我们了解了这一个损坏品它的会计，它的性质跟会计处理了以后，我们大概就可以知道说我们在这个会计上来讲对于损坏品它的一个这个情形是怎么样来处理。那当然我们刚才有跟同学说明说损坏品跟废料的话它的性质上是有点不一样，废料是我们在生产过程里面所剩下来的这些残料，这种叫做废料。比如说你一块布，你剪衣服绝对不可能100%把这块布一定用完，一定会有布头布尾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废料。那损坏品的话，它不是这些残料，而是说只是说你的产品里面没有达到你的要求或者是相关品质啊，这种是叫做损坏品。那如果说是它是一个产品，但是它如果说不拿，我们叫损坏品。那接着还有等一下我们会跟同学介绍的另外是一个瑕疵品。瑕疵品跟损坏品不一样的话，它是你生产过程它也是一个，只是说它这个产品里面可能就是有瑕疵的，这可能它也不是说像损坏品一样它已经是不堪使用或者品质，它可能是还堪用，但只是说它里面有某些瑕疵这样。好，那我们等一下在下一段的时候再跟同学介绍另外一个瑕疵品的意义跟它的会计处理。那我们刚刚跟同学介绍废料跟损坏品以后，我们接着在本讲之后我们再跟同学介绍另外一个，就是有关瑕疵品啊。瑕疵品是什么呢？所谓的瑕疵品指说我们在制造的过程中所产出的未符合规定或品质的标准，而必须在日后再加工或改造使得出售的产品啊，这个我们就把它称为这一个瑕疵品啊。好，那瑕疵品跟损坏品的区别在于，瑕疵品可以经由重置使它恢复变成良品啊。好，那并按它原来的价格出售啊。而损坏品指说通常来讲你没有办法再把它恢复它的良好状况，只能以次级品或者是甚至是没有价值的来处理掉。好，所以说这个是瑕疵品跟这一个损坏品它的最主要的区别是在这里啊。好，那我们为了瑕疵品所投入的这些额外的处理它的会计处理方式我们是要视这个瑕疵品发生的原因而来决定啊。好，那瑕疵品的
成本的话，如果说我们可以把它区分为三类，一个是经常性的瑕疵品啊，好，那另外一个是好特定产品的瑕疵品，第三个是非正常性的瑕疵品啊，好，那这三类的话，好，它的有不一样的意义。我们经常性的瑕疵品，通常我们是由全部的产品来负担，好，那特定产品的瑕疵品就由该批次的产品负担，好，那第三个是非正常性的瑕疵品，我们通常就把它列为，哦，这个非常损失啊，好，那我们先跟同学做这样的会诊的说明，以后我们接着，哦，依序来跟同学介绍各种的瑕疵品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说经常性的瑕疵品，哦，经常性的瑕疵品是说，哦，它这个内部的因素所造成的，例如员工的训练不足啊，那他的重置成本，所以有可能因为你员工的训练不足，所以你会生产的产品会有瑕疵，所以这些所重置的成本应该由制造费用转为制造费用，然后由全部的这个产品来负担呐。而且在每期提出估计制造费用的时候，哦，会制造费用的预计分摊率的时候，要把重置成本的因素考虑进来，使当期产品在分摊的时候都已经有把这一个瑕疵品的重置成本也列进来啊。好，这个是我们有关经常性的瑕疵品它的处理的一个方式，跟大家说明。我们举个例子来跟大家做一个说明，例如，好，甲公司生产瑕疵品一批，需要另外投入它的重置成本，哦，有材料50000块，人工30000块，还有分摊的制造费用20000块。那这时候它的分录要怎么做呢？我们刚才有讲，因为这是属于经常性的，我们会把这些重置成本转到哪里？转到我们的制造费用，所以我们就借制造费用100000块，然后贷方的就贷我们的材料，我们重置所投入的材料50000，还有我们的应付新工，哦，30000，还有我们的已分摊制造费用20000，哦，那这样子的一个分录做起来的话，就刚好是说，哦，借制造费用100000，贷材料50000，贷应付新工30000，贷已分摊制造费用，这个就把我们经常性的瑕疵品的重置成本做这样的处理。好，那我们了解了经常性的瑕疵品以后，那我们接着跟同学介绍的是第二种的是特定产品的瑕疵品啊。好，那特定产品的瑕疵品是指什么？是应客户的特殊要求所造成的。那既然它的原因，这些瑕疵是因为可能是客户的特殊要求所需要的这些重置成本，所以这些重置成本就要由该批的，哦，这个产品来负担了，并不是由所有的产品来负担，只有这一批的产品来负担。所以说在因为它只有这一批产品负担，所以对其他没有影响的话，所以我们在期初的时候估计制造费用的分摊率的时候，不需要把这个瑕疵品的重置成本考虑进来啊。好，所以当期所产生的产品也因为你没有考虑进来，所以它所有的产品也都没有分摊到这些重置成本啊。好，那我们也以刚才同样的例子，好，我们说，哦，刚才那个甲公司生产的一个瑕疵品一批，另外需要投入的材料50000块，人工30000，制造费用20000的重置成本。那如果说跟刚刚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这个发生的原因是由于客户的特殊要求所造成的，不是正常性的经常性的瑕疵，所以这一个客户特殊要求，所以这个重置成本就不要由其他产品，而是由这一批产品来负担。所以它的分录我们就要把它怎么做呢？我们就直接做，哦，再制品，哦，就由该批的这，哦，某某批号的再制品100000块。那贷方呢？贷就贷我们的重置成本，就材料50000，好，哦，那应付新工30000，还有已分摊制造费用20000。那这样子的一个分录的一个结果，我们所有的这100000块的这一个重置成本，不管是材料、应付新工跟已分摊这些100000块的重置成本，哦，就是直接会归属到我们的，哦，特殊的这一批的产品里面，就是特定的这个再制品这一批里面，哦，所以说它不会转到制造费用，也不会转到我们的预计分摊率里面，也
所以也不会分摊给所有其他的这些产品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啊，如果说它是一个特定产品所产生的瑕疵，我们所做的分录就是把相关的重置成本直接由该批成本来负担啊。这个是我们第二类的特定产品的瑕疵品。那瑕疵品的第三类的话，就是非正常性的瑕疵品啊。好，那什么是非正常性的瑕疵品呢？啊，由于啊非正常性造成的原因，例如风灾、水灾、火灾、地震等，啊，这些都不是我们正常的原因所发生的。那这些因为这些特殊原因所造成的，它的这些重置成本，啊，我们应该要把它列为非常损失啊，啊，也不是分摊到某一批的产品，也或者是说所有的产品，而是直接把它列为非常损失，而且在我们每期期初估计制造费用预计分摊率的时候，也不需要把这些非正常性瑕疵品的重置成本考虑进来了，因为我们不知道说我们是不是会发生风灾、水灾、火灾这些啊，所以说我们在正常生产的时候啊，我们是不需要来分摊这些啊。那当期的生产的产品啊，不管是某一批或者是所有产品，均不需要分担这些啊。这个非正常性的瑕疵品的重置成本呐，好，那我们举个例子来跟同学说明的话，我们看，啊，如果说同样的是甲公司生产一批瑕疵品，啊，他另外需要再投入材料50,000，啊，那人工30,000，制造费用20,000的这些重置成本，那只是这个瑕疵品发生的原因是由非正常性的因素所造成，啊，并不是。像刚才讲的是经常性或者是特定产品的客户的要求，都不是，它纯粹就是一个非正常性的，比如说地震、风灾、火灾这些的。那它的分录的话，它要做的，我们就直接要把这一个重置成本转列到我们的非常损失里面啊。所以我们做的分录就是借非常损失100,000，贷方就是贷材料50,000，贷应付新工30,000，还有贷已分摊制造费用。那这样子的话，就等于是贷方是把他的所有的重置成本100,000就直接转到我们的非常损失。那这非常损失的话就直接列在我们损益表里面的非常损益的项目，它这个不会去影响到我们的销货成本或我们的制造费用。好，那以上我们是跟同学介绍的是有关瑕疵品它的一个发生的原因跟它的会计处理啊。好，那我们通常来讲，我们把瑕疵品按照说它发生的原因是分为经常性的瑕疵品跟特定产品的瑕疵品跟非经常性的瑕疵品。那这些瑕疵品所产生的这些重置成本，我们随着它的原因不一样，我们有不一样的这些会计处理的方法。好，那这个是有关我们瑕疵品它的这些说明。那在本讲次我们总共跟同学介绍了三个我们生产过程里面的这些问题啊。好，一个是我们的废料、我们的损坏品还有瑕疵品这三类。那这三个的话，它产生的原因跟性质是分别是不一样的。好，那也造成我们在会计上的处理也都会有不一样的这些处理。那这些不一样的处理的话，会影响到说我们对于它的成本的一个分摊或归属的一个方法。好，那通常如果同学能够说把了解说这三个项目的生产过程的这些瑕疵的过程废料、损坏品跟瑕疵品的意义跟它的会计处理以后，对于我们能够说更精确的计算我们的成本数字，是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那这是我们今天的课程播出，谢谢各位同学的收看，谢谢。